江里月。
那大家想象就是说，我只要一个汤匙可以了，不需要水开水，也可以去进行同样的管理。那么各位看到一个，事实上，一个神器，这样叫一个神器。那这个离尘器这个分离的话呢，完全是靠分离管柱嘛，所以只要一根管柱，当然就可以进行分离，分离效果当然完全一样的啊，一样很好。我一下面就是说，你怎么去克服你 background 的一个导电度，所以它有别的办法。那我们的课本没有讲，那这个当然我想我也不再做介绍，是有这样一个技术，有这样一个产品，那么在市面上在用。所以这边特别强调是 Dual-Con， 阳离子的分离，当然用的是阳离交换数字，然后这边是阴离子交换数，这个交换数字的一个方式，而且是 Positron， 那是 Aggressive， 这个就讲过了，上个礼拜。最后我们是讲到 Suppressor 原来的第一代的话呢，是真的是一个管柱，里面装的也是阳离交换数字。它的缺点就是需要再生，每天都要再生，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它在技术上呢，才有所谓的第二代用的 membrane suppressor 来取代那个管柱。但它的缺点呢，比较小一点，它仍然需要一个 suppressor， 但是它可以连续的、就持续的进行再生，所以。可以长时间的去操作你的这个仪器啊。好，以上我们都讲过了，在这边我想再去重复。接下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离子程析。用了一个分离的原理，刚刚是根据所谓的离子交换，也就是这个这个平衡反应式。那么比如说你是要进行这个阳离子交换的话，就是 B plus 代表阳离子啊，这一家的基因。那它交换的这个数字，刚刚是阳离子交换数字。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氢混合 proton 接在上面。阳离子跟它进行交换，阳离子这样从氢离子改下来，达到一个平衡啊，达到平衡。那这个既然就我们的离子交换，可以想成是一个竞争的平衡嘛？对，这个阳离子把这个原来数字上的这个氢离子交换下来，达到一个平衡啊。那这个平衡反应，它的平衡常数呢？下面这个式子，这个式子，那平衡常数的表示法跟我们学的啊，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平衡之后呢，右边这个啊是在分子，然后左边这边呢是在分母。那么所以这个平衡常数，它下标 EX 代表 change， 离子交换，离子交换的这个平衡常数呢，它的意思就 k 值越大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该是用同学了，不好意思，应该没问题。K 值越大的话，代表什么意义？孔子号。来，那 K 值越大代表什么意思？这跟半冰反应一样。K 这个越大的话，平常越大的话，所以它代表什么？好，就是这个反应达平衡的时候啊，右边这个产物越多了啊。那在这边的话呢，代表的意思就是我的这个阳离子啊，它跟你的离子交换数值。上面的这个 supplement 这个黄酸根啊，它的亲和力，它的大小，就是这个平衡常数越大的话，代表这个数值啊，
阳明交换数值的这个黄酸根呢，跟你的阳明的心率越大越强，所以越多的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条件下的话，根越大代表说越多的这个阳明子是接上去的，也就是说被赶下来的氢离子呢是越多，所以 K 值越大的意义。所以说，这个平衡反应本身啊，对我们学化学来讲都一样的，就代表说这个反应，这个取代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那么到底是右边这边的这个产物呢多还是少啊？我们是当然少。那么所以这个 K 值越大的话，这边讲 K 值越大的话代表的意义啊，那在整个地方来讲最重要这一点 ，K 值越大代表你的质量数值跟你的这个阳离子它的亲和力越强，那么越强的话，它当滞留的就越久，只要经过管束的话，它滞留的就越久。那有人就做了实验嘛，去把同一种阳离子质量数值使氢离子缝，然后不同的阳离子。跟它进行达到平衡的时候，这个 K 值全部都求出来了，这个在研究这个文献里面有这个数据，所以会有一个表列出来，这个不同的阳离子，跟相同的阳离子交换数值是氢离子缝进行交换反应的时候，它的 K 值的大小有个表啊，这个长到那我们要知道这个 K 值它的意义。那么 K 值越大，那表示说你的阳离子跟离子量数的亲和力越强。那我们看一下呢，它跟二价、一价的话，你当成二价，相对于一价来讲，它的亲和力，正二价跟正一价比起来，相对于这个负一价的同相对来讲，它的亲和力，刚刚是二价，当然一价，所以价值越高，当然是。氢离子越强，那这个是容易了解的。要注意的是，一价，同样都是一价，那谁大谁小，谁的，对，同样都一价嘛。那么谁跟你的这个黄酸根啊，这个阳离子数相的黄酸根氢离子，它的大小关系。那这边告诉你，我们比较的是水合离子 ，hydrogen ion， 水合离子它的大小。水合离子，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啊？这个是在 Harris 那本书啊，他用图来代表，看图呢更容易了解。在水溶液里面，一个离子呢，它周围会有水，这个水分子，那水分子的集合了多少？那么它的有效的这个所谓的 hydrogen ratio。水合离子半径，像同一第一组里面啊，氢、磷、钠、钾、铯、色，你可以看到的水合离子是氢离子，它外面接的水是最多的，所以它水合离子半径是最大的。磷、钠、钾，所以随着这个第一组的话啊，是越往下都是这一家，但它的水合离子半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都是正一价，那你的水合离子呢？这个，因为你要去在水溶液里面，你要间接到所谓的不是间接，你要跑到这个离子量数上面，那它旁边是有水的，所以你要考虑是整个水合离子半径，水合离子半径越大的话，都是正一价，那它这个，你不管你要用这个 charge density 来。解释了，或者说你这么大，就这一下它的这个有效的电荷，所以它水合离子半径越大的话，它的结合的这些氢的力跟双缝的负一下氢的力就是越小，所以同样是这第一组，在用阳离子量数的进行分离的时候，看到的应该会是这个出来的时间。从快到慢，越下面越晚出来，治疗越久。其他的第二组也是很明显的，那
美代石，我第二题是，它的学校因子是越大到小，都是二题，但是它的学校因子的半径比较大到比较小，也就是越往下，它的治疗越久。那这个结果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就我们刚刚看过了。像美盖斯贝，我们第二组看到的是越往下治疗越久。那你各位做过实验的低离子、离子晨曦、氯离子、硝酸根离子、中根离子，相信你们应该不会忘记了啊，谁先出来，谁后出来。好，这是啊，我们一开始介绍的，有没有问题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出来的一个顺序，你要能够去判断或是预测，为什么根据的时候，那基本的道理就可以了。没问题啊？没问题的话，这张图跟刚才看到的不一样。你再往下看，这个是 Harris 那本书，他举了一些例子。阴粒子、阳粒子，那各位可以看到阴粒子的话呢，这几个算是标准，就是在像水厂里面、自来水厂里面，它们的这个分离的话，一样的氯离子、硝酸根离子、中根离子，那有的时候呢会来硫酸啊，那氟离子，如果有的话，一样都可以分出来。这是 standard， 啊，这个 standard， 这个是池塘的水 ，pond water。看到它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氟离子很小。那么你们记得啊，同学有几个组，当时去用那个，所以你自己带了一些，用那个海洋深层水。那海洋深层水啊，除了氯、硝酸根、硫酸根之外呢，还有一个溴离子。你会看到多了一个酶，那并不是溴离子。那这个地方呢更有用啊，那个是第一组的跟第二组的同时分离。那你可以看到李娜讲，李娜，李娜讲啊，他们的这个顺序出来顺序不带，所以它一个药名打进去呢，第一组的、第二组的全部都能够分开它，这个很厉害。那这个在水质分析里面是很重要，自来水厂，当镁钙是一样看，除了之外呢，钠离子。这个钾离子这个很重要，食堂学员可以看一下，镁钙有之外，钾离子、钠离子，还有一点点的话，什么钠离子，好吧？这、就是Harris 那本书作者啊，他放进来的一个图啊，来写。那另外呢，就是 amino acid，amino acid， 那我们在前面讲过一张图是。三十种的那个颜色，用的方式是颜色化改良，然后用碳十八就是 reverse phase 组合。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另外一种告诉你 amino acid， 它可以在酸里面呢，就在比较偏低阶体质的情况下，它是带正化，所以它可以用阳力交换进行分离。在高阶体质，它是带负转。它也可以用阴离子交换进行分离啊，所以这个 amino acid 分离，你可以看到阳离子交换也可以分离，阴离子交换也可以 reverse phase 也可以分离。那这张是阴离子交换的方式去做这个分离啊，它是用阳离子交换啊。好，这是离子神奇，我们介绍完了啊。那再下来的话呢，第四种。四种啊，各位就不太熟悉了，因为我们跟实验没有安排这个实验啊。那这个在我们的化学分析的应用来讲，是偏向在光源。那在生化来讲，就比较这个常用了啊。我们叫做 size inclusion from alpha。那这个 size 当然就大小，就一个东西的分一个分子。它本身的大小 ，exclusion 呢，就是排
排除在外，该吃的排除在外。那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啊？看它的道理就可以了解，它是靠 size 来当作一个分离的一个基础，分离是靠大小，啊，比较大比较小。那过去呢，也有名字叫做 gel permeation property， 主要原因就是以前用的这个填充颗粒啊，就是你的镜像本身呢，是一种 gel。所以也叫 gel formation， 啊，不，现在大家都叫 size formation。那它应用的这个对象是很特别的啊，往这是就是说 high molecular 这个 weight species， 分子量比较高的这一类的话，譬如说什么呢？ Polymer， 我们化学材料上面高分子材料。那生化上的话呢，是 protein， 也是分子量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是小分子的话，你不要去用它。小分子我们有 reverse phase， 这个 normal phase 可以用啊。小分子不需要用它，所以它是适用在这个 polymer family。那这张图我们在这张前面有这样，那纵坐标是分子量大小。就小分子的话，你可以选择的就是 normal phase、reverse phase。如果离子的话，变离子 unchanged， 不是 unpaired， 这个 reverse phase 都可以了。小分子的话就不用去用这个 size inclusion。那但是如果分子量比较高的 polymer 或者 protein 啊，那这些小的这个分子适用的方法它都不适用。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用 size inclusion， 就是。你在分离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要用到它？啊，这是啊，这个时候啊，分子量大小比较大的。那它的分离的道理其实是最简单的，就大小。我们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用文字叙述，这样要去凭想象。有一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呢自己画了一张图，可以用图来看的话。就更容易了解啊，所以为什么没童书？童书很少都是文字的，一定很多图啊，兔宝宝了啊，三只小猪啊等等，有很多图嘛啊，看图说故事，看得很高兴。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有图的话能够放那个图在这边啊，那一看就是就了解什么意思了。这是一个管柱，这里面有填充颗粒，那填充颗粒没有画，只画一颗。这一个放大是这样，然后这上面就是你的 sample， 从上面放进来，啊，送进来。那这个你的填充颗粒本身呢是有孔洞的，就它是有很多孔洞，一圈了在里面的。这孔洞当然有个大一点、小一点的。外围这个呢是代表你的分析物，你 sample。那 sample 里面呢，它按照大小。最大的，颗粒最大，这边圈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声音，中间的 size 在中间的 ，size 最小的 K 的，这三种不同大小的这个混合物进来，进来之后呢，那么最大的这个颗粒，最大的这个 sample， 它所有的孔洞进不去啊，所以你填满了颗粒啊，颗粒中间孔洞。那你的 sample 里面的这个粒径啊 ，size 最大的，它大于所有的孔洞，它就所以你经过这个管柱的时候呢，它所有的这个孔洞进不去，从外围这样就流出来了，是最先出来。那中间这个 size 的话，它有的孔洞比它大，它就可能够进去，但是这个孔洞比较大，它就可以进去，然后再出来，所以它走的就比较多。它就比较完整。那最小的话呢，所有孔洞它都比它大，那所有孔洞它可以进去，所以它可以出来的最小，也最完整，对吧？所以它相当是靠一个筛子一样。那比较大的所有孔洞进不去，所以最先出来。所以它的这个 separation 是根据什么 ？molecular size。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呢，跟它的形状也有点关系。
较瘦长型，但是同样分的量一样，但是有一个比较圆圆的啊，有的比较瘦长，那可能也会不一样。我基本上是以 size 一般来讲用 size 大小来这个说明就可以了啊。那很重要就是要大写出来，这个跟一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大写出来啊，小的最后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分离的一个机制和一个原理，完全没问题啊，是很特别的啊，特别。那我们回到这个第一条里面介绍了 size inclusion 啊这样一个描写的方法。那你看一下它所谓的 station face 指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特别去 coding 上什么东西，没有了啊，就是泡米的这个填充颗粒，它中间有很逗啊。所以他说这个 size inclusion 这边的 station face 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你的这个颗粒啊 polymer solid 就是你填充颗粒，它对应就是 polymer。就是你填充颗粒它的 intensity 啊，这个是孔隙孔洞啊里面的溶液，那基本上就是孔洞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颗粒中间的孔洞里面的溶液是你所谓的镜像。那它分离的一个机制呢是靠 sealing， 就是筛选的意思， 大小来筛选。我们不希望它有 partition，不希望说你的东西呢还跟你的这个颗粒本身的表面还有什么吸引力啊等等，我不希望，但有的时候呢还是会发生。我们希望说很单纯就一种分离机制靠大小，那不希望还有第二个机制还会吸附啊，吸附的话两个机制在里面就比较复杂，我们不希望，所以基本上我们一般讲就靠这个大小，所以它的一个。分离的一个平衡的机制呢，靠这个筛选大小来筛选。那同学没问题啊，所以它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的啊。没有的话，没有。颗粒比较大的话，应该是分离的。对啊，他们都能分离。那为什么他们的？因为它从这个。外围出来，所以他走的是不同路径，他走的是比较快的路径，他是在颗粒中间的那个空间啊，啊，比这个颗粒中间的空洞。第一个颗粒，这个地方有空隙。这个空间还可以留起来，但颗粒中间的那个小孔洞，它就进不去了。这个可以。因为它在中间走的比较慢。中间这个它，我们这样画，它中间的孔道可能弯来弯去。所以它走的会比较多的，就是它的途径是比较直。那另外当然就是会不会有作用力，那是另外一方面的东西。我们把它单纯化，走中间的路线啊，单纯化可以。没有的话，往下看了啊。第一个呢，这里面的 common packing 有些什么样的种类？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里面就列了两种，那这两种都学过了。一个是 silica 氧化系啊，一个呢就是这个 polystyrene 氧系啊，就 polymer， 所以它也可以是无机材料的这个 silica， 也可以是 polymer 啊 polystyrene， 这两种选择啊，很好。那这两种基本上以这两种为主啊，所以市面上有卖，这两种都有卖。那他希望是。能够避免啊，刚讲的分析物的这个成分呢、啊，跟你的 station face 啊，除了孔洞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这个吸附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作用力啊，尽量避免啊。
那有的时候还是会发生，那怎么办？这就没办法，就增加你的复杂度，不能够很单纯的就是说他先出来，他后出来，啊，那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啊，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因为你多了第二个啊，最后一个理由啊，就在那边学的时候，你的单纯化，你一靠那想的是啊，那 silica 它是比较坚硬。那但是 polystyrene 跟 benzene 呢，它 polymer 啊，它是有伸缩，就是你压一下它会扁，变形。但 silicon 你压一下就碎掉了啊，玻璃你压一下，要么不变形，你压力比它这个可以承受的大呢，它就碎掉，就裂就破掉了。但是 polystyrene 那个跟 benzene polymer 不是了， polymer 它有一点这个弹性，它可以伸缩。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么刚硬，那你修它比较刚硬呢？没有那么刚硬是坏处，填充在管座里面，你知道我们就要用泵产生一个高压，强迫你的 mobile phase 通过这边，就高压，高压的话，这个 silicon 也在高压，它就还在里面，但是你如果是高那个比较柔软的，你一压它就扁。然后别人填得满满的管子呢，一压它变成三分之一空出来了，这样对你的分离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polystyrene 的这个弹性啊，一个办法啊，天生如此。那么怎么样去让它的这个改变它的坚硬度或者是孔洞大小？那么就由它的孔洞大小，这边尺寸的孔洞大小，是由这个你的。改变弹性 ，crosslink， 看你占的比例多不多啊？就是这个 crosslink， 它所占的比例多不多？那 polystyrene 本来是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那我这边有一个改变弹性 crosslink， 那是这样接过来，这边有一条接过来。那 crosslink 越密的话，占比例越多的话呢，当然它就。越硬，我想这样可以想象了啊。crosslink 越多的话，它就越刚硬，就越不能变形了啊。那所以它会有几个 percent 啊，就是说它会裂出来只有几个 percent 啊。所以我们说这个 carbon bending 它是担任这个 crosslink 的角色，它所占的比例越高的话，那它当然越刚硬。越接这个越不能变形，但是呢，它的 pore size 形成的中间的孔洞呢就比较小，不算比较小，所以这个可以用它的比例来控制它的 pore size。那各位看一下，这个在市面上卖的，不管你是 silica 或是 polystyrene 的这个弹性，10 micron 都买得到啊。然后它这边讲的 average pore size 就是你的孔洞大小。average 意思就是说有个大有小，以 average 来讲是多大，就有裂 ，pore size 是 angstrom， 所以这个你把这个 angstrom 的话呢，就是10 nanometer， 很小，越来越大，从小到大。那最后这一行比较重要，假如你是做实验，那因为它这么多选择。那我应该买哪一种孔洞的大小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样子？那么你看啊，那最后这一行，所以就是 multiple mass exclusion limit。那什么叫做 exclusion limit？ 那就是说你的孔洞越来越大的话，那你的分析部它的大小要比你的孔洞还要大，它才进不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类比应该也是越来越大才对了。那多大以上就进不去所有的孔洞，这边有位置了。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分析物对象它的大小大概在哪里，而去挑适当的孔洞大小。所以这是你做实验的人自己要去做决定的，好吧？所以这个表。同学看的时候呢，要能了解它的意思。所以你们第二次月考的考卷还没有完全改完，抱歉，我还拖在那边啊。那
那台湾的部分，我觉得这里有部分同学啊，你的观念，所以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这样问，你如果观念不对的话，就没有办法去答得正确。就希望你在学东西的时候，这个观念最重要，把弄清楚的话，如果不清楚就要问啊，早点去。我们还有一个无定向助教，你们可以去问他，也不要来问我，我们都欢迎你来问啊。那你不要考前一天再来问，就真的很充足啊。有时候啊，我考试考前一天才发到，抽完啊，所以那一天很忙啊。就希望你早一点啊，就早点去看，早点准备啊。所以我看感觉上你第二学考考的也不是很好啊，你还有一个期末考110分啊，希望同学们早点开始准备啊。有问题找你问嘛，弄清楚。考题呢不一定说就是背下来就答案出来了，有的时候要考一下你们的观念。好，同学没问题了，这张表。那下面这张图就同学也是很陌生的了，因为你没有看过。这是一个在我们讲到 size inclusion 的这个方法里面会出现的。这张图呢，它是叫做 calibration curve， 校正曲线。跟我们做实验，配 standard 不同的 standard， 然后你的信号大小得到一个所谓的校正曲线，这不一样啊。这边的校正曲线跟我们那边讲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要去了解一下它的意义。那这个地方呢，有两张图 ，A 图上面这个地方。这是一张图，下面这个是程序信号大小跟你的 retention time， 这个地方它是用 retention money 这个体积，那它的意义跟这个 retention time 完全一样，就是 retention money 是你的时间啊， retention time 乘上你的流速啊，乘起来单位时间多少体积的流速，应该是体积吧，就是你的 retention money。所以它跟 retention time 的意义是完全一样，先出来后出来，意思完全一样。越晚出来代表治疗越久啊。那上面这个 calibration curve 没看过吧？那所以呢，你要去了解一下它什么意思。纵坐标是代表分子量的大小，然后这个位置，分子量中小，往上面的话呢就越来越大。横坐标呢，是你出来的 margin retention margin， 那跟下面这个程序图呢，这个横坐标是一样 retention margin。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有三段，这个区域 V0.3 这个区域。然后是有一项校正曲线样，然后在第三个区域。那么第一个区域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exclusion limit， 这个排除的极限。然后在第三个区域呢，有一个 permeation limit， 可以渗透进去的这个 limit。我们定义一下啊，什么叫做 exclusion limit？ 也就是说，你的就这张图来讲，当你的分子量呢大于这个 exclusion limit， 分子量在这个分子在这个毛片位之上，那不管你有几个，你只要分子量大于这个分子量 exclusion limit 之上的话，你不管几个啊。它们都够大，都大过你的这个管柱，它可以主动的这个大小。所以呢，这些分子量很大的，大过 exclusion limit 这些这个胖胖的，它经过管柱的时候，所有孔洞都进不去，所以它们都从外面，经过外面孔洞，从外面空间啊，这样流入下来。所以它们出来的时间呢是相同的时间。最快 A 点，所以 A 的地方虽然是一个 peak， 但是它不代表不保证说它是一个东西，
还是说所有啊分子量大于这个 dispersion limit， 它都是在最前面这个地方出来的。因为所有公共的建筑区分都一样，这个路径都一样，这个样子是最先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呢，当你的分子量太小，小于那个质量库里面的 permeation limit， 分子量小于那个 limit 的之下的话，那它都太小了，所有拱洞都比它大，那所以它经过的时候，你所有拱洞它可以经过的所有拱洞，它都进去滑一滑。结果呢，也是分出来，分子量小于这个 permeation limit， 这所有的这个成分呢，不管几个啊，它都太小了，所以它都是所有拱洞都进去，它也一起出来，出来在这个 D 这个地方最晚出来，但是它就一起出来。所以分子量太大，大于 exponential limit 是分不开的，小于这个 permeation limit 也是分不开的，也是分不开的，就这个不管出来的。那只有在这两个 limit 中间这一段，你的分子量是落在这个区间的话，这些compound它才有机会用这一根分离管去把它分开，根据它的分子量大小还有机会呢，是把它分开。像这个地方呢是画两个 DMC， 它可以分开的。啊，这张这个所谓的 calibration 这个 curve 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你的厂商在卖的时候，卖这个管柱的时候呢，它就会给你一个这个，我这个管柱啊，我这个镜像，它的。这个曲线会给你，所以你根据这个曲线就知道它可以分离的这个分子量大小是在哪一个区间，所以是不是正好适合你用，你可以根据这样一样这个曲线给你去做判断。那右边这边的话是针对这件事情，它用一些数学式来表示 D 是完全一样的 D 完全一样，所以不要被这个数据看到这个吓到了，很简单的话，这个 V 就代表你的整个不用时间啊，它是底积啊 ，illusion 的底积等于 V， 你 V 零的话是所有拱不进去，但是经过外面，它总共的底积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拱洞，只有外面还是有空间嘛，那个体积就是 V 零，就这一段没有滞留。相当是没有资源，完全就出来了啊！那它的这个需要留够多少体积嘛？占的体积，但是加上 KVI 的话呢，是代表所有的拱洞，就是一个个里面所有的拱洞，它所占的体积，就所有的拱洞全部在里面叫 KI。那 K 的话就是看你，如果所有拱洞都不经过，就是零。第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分析物。非常大的分子量大于就是有的量，那所有孔都不进去就 K 等于零，所以它出来的这个体积呢就等于你 V 零，所有空间没有进去，什么没有进去啊，这个体积就先出来，没有办法分离。对于很小的这个分子，小于所有孔洞的分子，小于这个 permeation limit， 那 K 等于一，所有孔都进去。K 等于一，那它的体积呢？比如说你高一点 ，K 零加上所有孔洞的体积，所有孔洞的体积，所以这两个是太小太大都分不开的，都分不开。那只有在介于这中间的，还有机会分开。那分开的话呢，按照这个它分子量大小，所以 K 是介于零到一中间，那 K 越大，那是越晚出来。所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一旦把它写成一个什么数学式啊，那么多符号在里面，看起来就有点复杂。我也同意，那你要去稍微去看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这个图讲到这边，有这样的概念啊，需要有这样的概念，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讲，很多的化学我们有时候会跟生化结合在一起，蛋白质、蛋白质、体，不行。
热门啊，它要分离的话，那是它可以进去。那下面是一个应用的图啊，就让你看一下，这是 fatty acid 脂肪酸，它的公式在这边，直链、长短不同，这边有20的 N 等于20的 20 16等等，从大到小，所以最先出来的是比较长的，最后出来的比较小。右边这个是花样数字，强力胶啊 ，oxy resin polymer， 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是 N 比较大的在你先出来 ，N 比较小的会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是它举了两个例子，那这边有个错误，你自己改一下它的管束的这个长度了，内径的长度。那左边这张图呢，它是用 polystyrene， 右边那个是用 silica， 正好举两个例子，都可以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没有什么时间啊，那个这学期最后一个作业，那这个作业通常会留在这个时候，所以快结束了，我跟你们这个时候大三要结束的话，很关键的一个时刻。那你们想过你上来干嘛啊？我相信你们都没想过了，所以你自己想一想啊。有没有想过的想一想，这样大家想一想。另外呢，就是你修这门课嘛，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和建议？那你对我们的化学系有什么样的感想和建议呢？最重要的是建议。那你对图？在我们学校念中山化学系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经验？那不晓得各位同学啊，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化学系的系办的门口啊，有一个意见箱，你看到没有？错，就你有什么意见？因为同学过去有同学建议啊，说有什么意见不知道怎么丢啊，都建议出来，我就跟系主任讲，系主任好，我们放一个意见箱放在化学系门口。所以同学有什么意见不好意思讲，就写一张纸丢进去，系主任每天都会看着，好吧？那在这个地方啊，同学就是啊，借这个机会想一想啊，啊，将来做什么？另外呢，就看一下你已经大三了，对不对？在我们待了三年了啊，对我们系上有什么建议，有什么这个意见，你可以尽量反映，没有关系啊，不要客气。那我这边可以做的就是反映你的意见给系上啊，系上可以做的尽量做。好吧，那这个礼拜四下午啊。好，这是第三次，我知道。对不起。三零四，是念化学系了，四的话是我们本系，在我们学校。你对系，我们本系。你可以是一二三学不学，但学会本系。哦，好。那个一年，对，就是，好不好？好吧。我们就下课了啊。